主料：莲藕200克，火腿肠2根，甜豆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火腿肠切丁，甜豆洗净切丁，莲藕洗净切丁。锅内放油，放入火腿爆炒至微金黄，盛出备用。锅内留底油，放入莲藕炒，再加入甜豆，放入适量的盐和豆瓣酱，拌炒均匀，再加入火腿肠，拌炒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莲藕有的时候会有泥，所以买的时候要注意看清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